情告急，一波波的声浪总是令人心急不安啊。但是也看到了救急防疫这样的，大家都是很积极而且很谨慎，这就会比较感觉心安啊。听到医疗的负担承担实在是很不舍啊，也是感觉很了不起，很佩服，很勇敢。这一波的疫情就如临大敌，这种疫情的波浪啊，好像汹涌的敌军啊，我们要固守好这一道城门。现在的医疗的团队就是这一群勇猛英勇的大将，所以呢要上阵也要披好了保护的战甲，那个战甲也都要穿好好啊，保护了自身才能呢抵挡了来侵犯的敌人。所以呢我一直都在提起延长，我们要互相关怀，而且要感恩我们的同仁，同时我们也要关心所有的医疗院所，假如需要在物资方面，我们也可以来支援。现在这个时刻是应该呢，整个社会啦都要有责任来承担。那我们在外面的要同心协力来做后盾，做力量的后援。沙门要相信信愿行，不只是医疗可以救人，我们慈善人文都可以救人，点点滴滴啦，无不都是感恩心啊！但愿呢，菩萨们把这样的信息在你的手机啦，点给了你的亲朋好友，知道那每一个地方都要就地造福。要就地放生，那就是慈灾，人人啊，慈灾就是呢，人人都在做放生的功德。所以济贫放生都是平行，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